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到底来公告》，我是陈生。今天咱继续来看杨仙带来的山脚。咱顶一回看到，那这独老太爷伫咧细汉的时阵，甲伊的老爸斗阵，这讨海掠鱼，拄着真大只风浪，伊的老爸不幸啊，过身啊，就伊吼，方绑伫咧这船板顶面，真好运的躲过这风浪危机。佮予过路的这个蔡牵的这个船队救起来。那这蔡牵伫咧当当时是非常出名的江洋大盗，连寡妇的这军队也拄着伊，拢会惊，拢会惊死死。所以讲伊其实是真厉害的。那唔过就是安尼的一个人，将这独老太爷扶上船，予伊一嘴食的，予伊活命的这机会。佮伫咧家己拄着这个寡妇的军队的时阵，遐尼危险的时阵，伊然后这独老太爷一条小船要送伊离开。这人对伊来讲是有足大的这温情的。那这故事说落来，佮安怎发展呢？咱赶紧来看。讲天说皇帝，讲国讲大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刘炳博，今日继续来讲抓脚。咱顶一声咧，讲到小杜老太爷去予蔡牵的船队咧救上船顶了后，啊，保掉了一条性命。蔡牵的船队啊，拄着李重基所带领的官兵的船队咧，哎呦，开始要进行一场战斗啊，这是无法能避免的。蔡牵呢，啊，伊就准备行上这个囡仔。离开，海关钱啊！啊，这边走走啊哈！何泽天呢？啊，就点下一个门咯，蔡天爷呢，伊并无因哩大步啊，行来到船腰栏杆边，头落一只迄个应急的五彩伞板，只看去双手落去伞板的翘尾下，哎呀，变一切！电啊！哇！迄只三板呢，好呀！你挂起来，休得过去呢？哇！七只船人啪，射落去伫海面顶头，压起了一大群迄落真大真大的水群呐！七只船呐，有一千外斤重啊！蔡天涯呢？喘了一口气，面仔咧渐渐褪去红色的粉来，伊咧轻轻地点下头，入壳咧啊，有一个迄围凳凳的真大个的人咧，就安尼夹起了小杜老太爷，亲像飞燕迄一款咧，啊，对将军们两凳官的船头下，蹦轻轻地跳落去。在在在的徛在迄个三板的顶面，提管钱去。何泽天呢，踮船头遐发个真大声，袂输雷咧弹。无，唔通，囡仔人摕着钱的恶派，海关的米。蔡天涯呢，又个是安尼，轻轻的讲了一声。两个好汉啊，就安尼去拖来了一部地米啦，嘣！咱连落去三板啊顶头，迄、那个歪凳凳的人啊，双脚天开，双手吐掉，呼啊！踮咧头壳顶遐，闻到一声，闻到迄地啊米咧，我甲你讲啊，迄地啊米足重300外斤重哩，只歪凳凳的好汉吼，呼啊，轻松松的杀咧哈！然后呢，钓只腰带哈，阿咱落落了规块迄个银仔，踮伫咧船舱内面。未等小杜老太爷回过神来的时阵，迄、那个人蹦一个呢，哈三更两令呢，啊就安尼个爬去迄只大船的顶头咯。啊，来讲，这支庞大的船队呢，正伫咧。摆兵布阵啊，准备要去迎接。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咚咚，锣声鼓声
不，迄个河吼，食起下落，当小杜老太爷的三班呐，啊，过无偌远的时阵呢，啊，就看起迄个船队啊，吼啊，慢慢的掉过了船头，对另外一条水道遐冲去啊，忽然间呢。一阵了，尖隆隆的声音，我才做一个响起来呀！一看去，蔡天涯，嘿，那两个裤下裆哦，哇，干那红色的烟筒，踮个船头遐，互风扇甲撇撇好啊，都亲像两蕊迄个扶桑花。又搁听去，迄个歌声啊，踮个海面顶呢，游来西去，伫个窜动。啊，迄扶桑花踮咧海顶咧，吼，是啊，你撇撇号愈来愈大声，刷落去咧，又阁是啊，你几万人许真粗的许啰呐喉声吼，汇成了一个和声。对，即卖以后咧，杜老太爷伊做了什么主人了不起的代志的时阵呢？伊啊，大声野喉唱这块歌，对这卖去呀，杜老太爷伊呢，哈，踮伫咧拼足气力，伫关键的时刻呢，伊啊个人发出变脸千点，杜老太爷啊，伊模模糊糊的认定讲，家己呢已经是属于蔡天涯了。冰棒漂亮轰哇哇迄个拍瓦声迄枪声当当的迄个鼓当发出的声音啊个当当当咚咚咚咚咚迄锣鼓四弦的声音呢就安尼踮伫咧海面上呢哇形成一个交响曲。这就是一个无魂无物，最是边干那行的扎起时。十六岁小杜老太爷，伊安尼穿过村巷啊，啊，爬过大桥啊，跳过迄个踩着鹅帮的海滩啊，穿瀑布啊，草根路呢啊，啊，对着头前迄一大帮的人吼。哇，这么糟糕，穿壁布呢？哎呦，化形来呀啦，化形来呀，化形得来呀！哎呦，有个新官啦，哈，嘿，做个较大的官啦。听讲伊吼关几落个少爷啦，哈，即摆倒来要创啥物啊？坐坐啦，哈。啊，搁较大的功劳吼，迄嘛是咱祖公积德所应的啦。哎，化形啊吼，化形啊，伊出团啦啦，哈哈。花岗石条铺成的迄个码头，按一直延伸过去，插入去水内，对码头向两边边安尼展开。几乎呢，吼哇，徛满了平洲岛全部几千个大波查某啦。陈化成虽然呢是属小条的帮头的人，不过伊也是平洲陈啊，是全平洲人的荣耀啊。小杜老太爷呢，啊，踮伫咧人棚内面睏啊睏啊睡啊，啊，装过去。嘿，这个时阵哦，伊正咧长大哈，啊咧天开骨骼啦哈，啊，身躯粉哦，瘦干干，无啥物肉。不过伊嘴内吼，家己咧念迄句，别咧切点，别咧切点。可怜的，嘿，可真有路用哦！后伊呢，帅帅帅帅来到祖庙头前的大庄埕下啦。这个庄埕顶面哦，拍我抓好啊，早都淹过卡目咯哈！啊，
扁扁的，白来白去啊！化成啊，要来进香啦！哎呦，大家人咱喊起来，你知？阿小杜老太爷，你看这么望远去看哦，啊，最终呢，啊，看去先来先去的人头旁中呢，有一尊非常异常的背影啦，都亲像铁柱的迄一款，让人感觉讲，嘿，无法人个意思啊！当着呢，啊，你就家己灭亡啊！嘿嘿，迄乌色的银衣乌银袍啊，哈，袍下呢，捅出了一双迄落像奇亚色的油光发亮的官靴啦，一身骨穿甲真精神啦，哈，像这款这样的英武潇洒，嘿，让人一看到，那是口服心服。杜老太爷呢，哈，伊虽然无法人看清楚伊的面啦，哈，啊，这时阵看伊吼，正点到了一束香，啊，对着老祖公陈元公的金身下，默默一个倒着，花生啊！现在你们是什么公啦、啊、有人就在问陈化成带来那些随从官员啦、啊、哦陈大人啊现在啊他是对屈良公王德禄两位大人在乌尊游侠遭灭了大海贼蔡牵啦陈大人啊好、哦、他在打战哦一向计嘛，奋勇争先，你知道？啊，伊个剑刃吼，头一炮面，砰，呼着蔡牵的迄个大石，入了头光啊！水上的官员呢，点头讲个真大声哦，迄一剑啊，我在场啦，哈，迄第二炮的火速哦，可是我亲手给点的，你知道？小杜老太爷头壳忽然间嘣炸响，连啊叫起来，你知？蔡牵也死去啊！啊，这是我大恩人呐！哎呦，伊戆到到踮迄块咧炕头皮啦，哈！啊，就安尼啊，迄个随从的官员从迄头张马啊捡啊，踮颔棍顶面射去几多日啦，哈！啊，身躯咧徛甲直拢松啊，哈！我吼亲眼看去伊啊，踮伫咧黑海内面哦，踮遐咧征战啊，哎呦，头毛甲衫吼总烧了了啊呐，规面是熏甲乌飕飕哦，踮迄、那个。烟雾当中哦，只看见两位迄、那个两蕊迄个金当当的目睭啊！到啊这时阵哦，伊啊个抱掉迄个炮弹，点下伫咧点火呐！好啊，都一只船逼过去啊！啊就安尼呢，爬落去啊！啊，阮呢又搁下了两炮，啊，正正拍中伊的船腰啦！伊脚的迄个船帮哦。劈离开，离开这个大洞啊！连迄风才抢起来呀、啊！哎呦，差损哦，四季乱飞啊！迄个时阵，伊规身躯的衫裤已经互火烧甲空空空啊！陈化成呢，已经踮伫咧香炉内，将香插好势，双手呢，踮踮咧涂骹开始磕头。随从的官员吐了一口气，唉，一个甲朝廷拍起十多年的好汉，啊，就安尼完蛋了。小杜老太爷呢，突然间啊，哦，我就安对土脚捡起一个砖啊角，你知？咱对陈化成也猫落去呀，砖角呢去拍着陈化成的肩胛头。乌色的金衫下，咱白了一片。伊呢，又过去要砍第二块砖仔头的时阵呢，脚手呢，去予证人总给捏按掉，又扣又拖，这么乱拧乱弹啦，哈！哎呦，结果呢，
囡仔身份你袂顶当，互人杀咧出去啊！遮人啊，个个是因平洲的好汉啦。哎呀，囡仔人哈、啊，作业惯事啊啦，啊一时错手，哒哒放伊去啦，放伊去啦。陈化成呢，连头都无挖落，又搁真严肃的徛点的迄个，然后跪落去，伫咧拜祖公。小杜老太爷，互人杀去一边咯。唔过呢，伊阿哥踮遐吊脚蹲地，哎呀哭啊，四界都找石头啊，哈！但是呢，马上呢，互人又拄又杀，给杀出去大庄埕咯。我要抬死啦！我要抬死啦！伊搁一摆呢，哇，冲个冲过来啦！但是呢，一摆搁一摆，予人赶出去，连倒转，一直叫甲骚声无声。落尾手伊去提点个海边迄块摩西座顶，点个摩西座顶头，哎呀，靠啊！哎呦，啊，我恩人啦！哎呀，啊，迄年呢，这个小杜老太爷还阁未生气，长大还阁未知的，因西角的这些结拜兄弟呀，还认为讲这囡仔去中着邪啦，哈，啊，就去请一个当机啊，无停的啊，踮伊身躯顶吼，啊，揽迄落用镰刀刻。哈，甲真心水浸的迄个水啦，祖庙迄头的炮啊，啊，佫噼里啪嗒个，好无停，戏班啊开始，摇呀隆咚唱好啊，闹热滚滚哦。讲来呢，迄是命中注定啦。伊甲陈化成呢，都会安尼无休无止的高潮落去了。啊，来讲，这个时阵窗外暗暝蒙，有半片薄薄的千叶，踮天顶遐来发淡薄仔光。隔壁的房间内面咧传来了大大细细六个囝儿的鼻呼声，甲杂碎的声音。啊，这个杜太妈咧，啊，伊咧就点起一盘油灯，啊，有一款这黄相色的光，啊，慢慢啊摊开，啊，伊行来扫杜老太爷迄个有棱有角的面呐。好心嘛来啊啦，好心嘛来啊，有人踮咧巷仔口遐喊了一声，啊，佫。有几声哟，哼哼哼，狗吠的声音拖甲真长真长。老张啊，老张啊，啊，念当时呢，我都听见乒乒乓乓的脚步声啊，这声呢是西角的人吼，特别出血啊啦，有人吼都踮遐伫咧议论呐，哼，这若西角的人。全平洲的人拢着出血啊啦！平洲岛完蛋咯，要沉落去啊啦！迄款脚步声呢，啊，打着杜老太爷的心头，迄一款啊，一步一步呢，慢慢啊，行远去咯。但现主席，现主席要怎办呐？去我提酒啦！杜老太爷最终呢？阿姐站起身来，就两只手呢，你的迄个拳头母啊，阿姐慢慢啊松开，踮咧桌顶遐。杜太妈呢，赶来了就熬迄个番薯酒，哈哈，啊对鼎内呢，啊摕出几只闻好的大只红蟳来。杜太爷呢，一声也无害惨，故意家己点名来吐酒来背金卡。杜太妈看起迄乌酒，哈，
唔知怎样呢？就安尼一泡一泡的，从阴暗的面啊，渐渐呢，烧到红光光，一直红啊到暗滚滚才来呀。但是要怎办呐？杜太妈又个问了，杜老太爷呢，却又个给喝了一壶酒，在原点下，伫咧撑金卡。杜太妈这时阵目眶规个计红来，转过身来，我入去房内将房门关起来。伊啊，踮咧房间内面，翻手刀人啊，刷东刷西，无用了一阵了后呢，啊，圈出了一大包的包袱，甲家己一个书卡的随赠啊，然后呢，啊，佫刷来了迄个大鱼坑，然后呢，再夹着迄包袱啊，拖着伊的家私啊、随赠啊，啊，家己呢？就安尼端端正正的坐点的迄个坑啊来，静静的目睭金金的向着杜老太爷，杜老太爷灌了酒，啊背完了钱，啊目睭如结结的洗起来，啊才看起讲，去坑啊来，目屎流目屎滴的杜太妈，伊心内做一个迷惑来，卡起心来。十五年前啊，伊就是安尼白白胖胖、水水、清清气气、千姿百态的坐点这个鱼坑内，好伊呢压在头壳顶吐入来这个家门呢。对，即卖去因两个呢啊，斗阵生儿育女啊，安家立业啊，哎呦！哪魂哪母安尼相敬相爱，如今呢，伊认为这个家伊带袂落去啊，才阁坐点的这个鱼坑啊来，家己呢阁一摆，希望因翁给送出门去，哈、啊，阁去找一个伊识的天下，除了太阳呢。笑笑，提起鱼坑啊，哎，举起来，就安尼呢，敢那亲像咧倒鱼安，啪，去将杜太妈包覆，苏卡的细针啊，拼掉咧大面床顶头啦。然后呢，伊就拖开房门，杀起四丈迄落长额的额刀啊，掉咧听来，太奶奶，连倒去。在刷过迄个大地磨刀石来，雄雄的磨起刀来，削削削削，太妈呢对面床顶下爬起来，伊看起迄张薄个缓缓的光，去躲点的杜老太爷关老关地的家车顶的时阵。都亲像毫无迄一款，哎呦，一支面啊，规个个个是汗水，袂输河蟹顶头的露珠。杜老太妈呢，啊，伊就安尼放开了包袱，将衫裤佫摕倒去原位，和一切的拢甲平常时相款。伊找来一门许大片锁，将迄六个咧困的囝儿呢。房门咔落锁锁起来，然后呢，来到厨房内面煮了烤豆豆的半丁迄落暗白啦，哈，啊，佮捕了四尾迄大只鲈鱼，用叉锤啊，讲开生，啊，胖讲讲切豆豆，然后呢，再佮挖倒来房间内面，摕出了浸烤豆花迄地下油啊，哈。啊，迄、那个怎啊？再放到伊个头上来，用刷柄一遍一遍的将头毛变好，热甲油金嘟嘟个胖光光。然后呢，啊，再将迄乌个即个头毛个迄个裤头毛个毛啊，将头家绑好势，找出第水第好针花，一支一支安尼插甲龟头壳。
结果拍开家己迄个厝起来，所以阵啊，经了所有的金的鱼钩啊、银的腿啊，哈，慢慢装点好势舒适了后咧，啊就安尼又搁换一束新的衫，照完是迄束乌蓝色的，色色。哦，我杜老太爷照顾点遐，伫咧磨刀啦，磨最后一支枪耳耳朵了后，佮试看迄个刀嘴会来啊袂来，然后再慢慢啊徛起身来，四支枪耳耳朵去瓦店的一边啊，点遐闪着蓝色的光，伊看去杜太妈，甲油灯黄亮亮的对家只后。安尼闪出一圈一圈的光来，迄真正是美丽太水啊！杜老太爷心肝内规个迷惑来，两蕊目睭也去乎目屎浸一撮花去。杜太妈呢，拄亲像沉到海底迄款，踮伫咧水头顶面呢荡漾。杜老太爷迄大手掌踮咧面那一出啦，哈！啊！一片水面就安尼无去呀。杜太奶呢，对海底遐浮起来，迄、那个目神吼变甲真安详平静。杜老太爷呢，唔敢加看伊一目，我头呢，家己我去照卡，伊呢，稀稀糊糊啦啊，食完了半鼎的安眉啊，唉，喘一口气了后呢，又搁死去了。不喝流鱼，啊，佮灌了一壶咸猪酒啦，这才拖过了一块交椅，抱起伊十四丈长额的额刀，踮在杜太妈身边，坐甲直拢爽。大好，观众朋友，今日咱的故事呢，就暂时讲到这地。那想要知影以后会变啥款式，请听我。下一摆再继续甲你讲详细，大家，咱下回再见，再会。好，感谢杨宪，今天的故事先为您讲到这。故事发展到这是愈来愈精彩了。对了，看阮节目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任何一集。假使恁想要知影搁较多的这个广告的故事，看到搁较多的这个广告的表演，会当人下载一个手机软件看厦门 App， 然后来找斗阵来广告，就当人看到阮节目以往的内容啊。斗阵来广告，每一日拢带予恁精彩故事。好，接下来时间，咱上看来用万能话读故事。今仔日的节目就恁播送到这，感谢恁的收看，再会。杜风荷，清，宋婉。多谢运河思悠母，先天杂弄知思无，人间竟有风度险，欢算风荷是为道，杜风荷，清，宋婉。多谢君河思悠吾，先天杂弄知思无，人间竟有风度险，欢算风荷是为道。就行遐大步行去，向着西角这地呢日头行来。西角的人呢，切身等候伊行过去了后啊，就安尼哗啦一声，踮伫后面地条几百支的枪头的刀啊，低头边啊。